哎，错了错了，那些不能走正门，只能从侧门入。First blood， 是，起轿。这位小哥，轿子只能到这里，照规矩还请姨娘步行入内。天这样下雨，地面积水，姨娘行走不便，还望小哥通融一下。我们把轿抬到院里。好吧，请教请教。起什么教？还懂不懂规矩了？张妈妈是吧？啊，张妈妈，我是夫人身边的陶妈妈。张妈妈是老人了，这纳妾的规矩想必张妈妈是懂的。还请姨娘下轿一步入内。 Double kill。 陶妈妈，不是我们不知礼，实在是这礼不可废。还请姨娘下轿一步入内，莫要误了吉时啊。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姨娘，姨娘，老奴好心提醒您两句，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，这散与散谐音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Quadra kill。把伞收了，小姐。收了。姨娘，这叫遇水为财。如今我已经是侯爷的人了，那莲房这就伺候侯爷沐浴更衣。我非良人，你何必如此？侯爷，侯爷，您不要走，就留下来陪我一晚，哪怕只有一晚，好不好？一百天要一起。
我去把妆发卸了。你一定要这样看着我，别。侯爷这么早就醒了？吓到你了？没有。